们谈修行，什么是修行？就是如何把爱、慈悲的力量成为永恒。世间的感情是暂时的，但是一个觉悟者的力量，它叫什么？永恒的爱，永恒的慈悲，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用温柔、慈悲的力量来谈一谈，希望大家都发展这种力量。所以各位曾经听一个故事吧。那么在佛陀的时代，有一位提婆达多，哇，他专门害佛陀、伤害佛陀、背叛佛陀，也因为他造了很多伤害佛陀的事情啊，结果他后来全身生病，长了脓疮，流出最臭的，每一个洞都很痛，痛痛的要死。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就跑来跟佛陀说：“哎呀，佛陀，那个害人精提婆达多现在病得痛苦的要死。”佛陀一听，完全赶快站起来，那我赶快去看他。大家都拉着佛陀，他一直在背后害你，怎么去看他？你知道佛陀怎么说？佛陀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不要这样说啊！如果我去看提婆达多啊，就像我去看我亲生的儿子，唯一的儿子罗诃楼一样，没有分别的。如果我真的用这样子没有分别、没有怨恨的心去看一个伤害我的人，那提婆达多一定会好起来。”大家就真的吗？结果佛陀亲自来看了提婆达多，很多人在外面看，这个提婆达多已经病到快死了，啊，这么痛苦，但是佛陀去安慰他，给他加持啊。结果佛陀要走的时候，提婆达多像没有生病的人一样的起床了。哎呀，各位，这种温柔、慈悲、爱的力量可以改变的。当然啦，有人就问，那提婆达多好起来了？怎么样？继续害佛陀啊？但是各位，或许我们来看会觉得说，哎，提婆达多不对。但是如果就修行来看，那是提婆达多给佛陀更大的力量。为什么？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继续害我，所以我就可以从你身上修到忍辱的力量啊。